戚薇大气回答为啥女孩不好追。街头采访神回复令人苦笑不得。多去了解女生，才能更好地做到她们心目中的样子。追女生是一门学会，但是很多人说现在的女生越来越难。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女生越来越难追了呢？解铃还需系铃人，看看妹子们是怎么回答的。01，扎心了老铁。其实女孩子并没有变得难追，只是你搞错了她们的类型而已。有一句话可以送给大家，你以为是你追到了我，其实是恰好我也喜欢你而已。02，不好意思，我自己可以。依靠一个男人生存，依靠一个男人来获得自己想要的一切，对于这些独立优秀的女生来说，早就不是自己想要的了。03，我可是会化妆的女生。原谅女生化妆时间长好不好？因为你会看到她的另一种美的。04，还有意想不到的。男生们太帅，没女朋友，那就算了，找个男朋友得了。这个决定难道不是有点潦草吗？